我觉得作为一个优秀的边路，吃掉对面边路的很多血包是一件很好玩的事情。年轻人不讲武德，长得哎不可告人呀！刚才去中路帮了个小忙，回来的路上还顺手从对面手中救下了残血的蓝。我可真是一个助人为乐的好心人呀。你在干什么？先是521次的回眸换来了金石的擦肩而过，我当着他的面吃掉了他的第三个血包，获得了这帅气的称号，想必他也会祝福我吧。好家伙，骂的真早。这里来中路支援后盾死肉，我们换个目标，想跑二闪，这么想跑啊？这16滴血最终还是成为了我们之间的阻碍，那咋整？总不能白来一趟吧，还是要起一点作用。转身从小后盾手中再次救下残血的蓝，我为什么要说再次呢？老兄弟滚一边去。然后我就被认出来了，能有这待遇真的很激动，但是我先不回答，万一这局坑了呢？那多丢人。这里有三个队友在进攻中路，阿丹去上路放个剑，不是帮队友分担一下火力。哎呦，我真该死的，不出来看。魅力呀！相互为了追我，马可没有大招了，队友也支援过来了，我再下个回马枪，直接拿下团战胜利。谁说只会逃跑的不算英雄？对面孙膑还给机会，一技能突击，两段一技能跟上，顺势刷个大，带走孙膑和他的干扰，节奏直接起飞。边路李白的消耗能力真的很厉害，甚至有时候我都懒得消耗，你看直接就带走了。一技能回来，画个圈，刷个大。一般李白可能走不掉，但我是闪现李白，甚至只要活下来，就还有机会，并反手再杀个回马枪。我说过的，每个英雄都有他登场的时机。而这个蓝他也不例外，最终也是成功的拿下了这局游戏的胜利啊！我们五个真厉害。呼呼。